马银枪飞登前，金奉神命去阳关，准是明王善善降，宝刀光射斗牛汉。Thank you.
战士帮我抄。父封平陵人也，有度世事，胸怀他无留，可恨匈奴来犯边境，只是山林涂炭，这血染长马城。是俺立志发愤投兵从军，孟大将军斗鼓包剑，关公驾四马，带领三十路人去往西域各国，平稳通好，断匈奴之有我臂，以古边防列为将军。驸马，人马可齐，俱已齐备。就我此骑马。Thank you.
将军不来台，保亭可汗微臣方旁，每日操遣人马一一夺取，汗食天下。如今马壮兵强，正好兴兵，不免先到天山一带，征讨西域各国军粮船马，拔头路。喂，崔二军，好。占山王安光，只因匈奴称霸西域，强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闻得汉天子命司马班超平稳西域，莫想班超此来，若能灭却匈奴，天下可享太平也。启大王，大汉司马班超到，有请，有请啊。
马驾到，未曾援引，枉起是惹罪。岂敢！某家来的鲁莽，老大以往海涵。岂敢！司马到此，必有所为。班超奉汉天子之命，特来贵邦，聘问通好，连接西域各国，共抗匈奴。多谢司马梅意，故若得与汉室通好，朕乃万幸也。司马，请至宾馆安歇。这回聘之事吗？容后再有议。告辞了。从从大爷马。此来连接西域各国，共抗匈奴，正合孤意。怎奈只带领30路人，倘若匈奴人马前来，日何是好？启大王，匈奴大将军无来带到，请有请。驾到，不知有何见遇？我来问你，是才何人到此？这个啊！你这样吞吞吐吐，是何道理？哎呀，将军啊！是才汉室班超等30路人前来通航啊！你是怎样提他府？这未曾应允。擅上王命你将班超尔等监视起来，若有差错，小心尔提老命。是阿托鲁，安营去撤。啊！匈奴人多势众，班超等必遭杀害，汉家前来问罪，又便如何是好？有了，我不免你小番前去观议，且谈班超的动静，也好做一准备。这是哪里事情？
甚厚，今日也久也，为何忽然减慢起来？司马吕得及时，其中定有缘故。闻听匈奴兵将到此，就言今夜无减慢，粮食相连，定有变端，牧草甚于绝矣，岂可不做准备，列位将军？司马速到宾馆四周巡查，若有可疑之事，速报我知。得令。看众将已去，待我查看一押回。两岸班朝奉旨之命，带领30路人千里监管，甚日虎穴，怎奈闪闪老王犹豫不定，如今又有失望之意，不知何日意才得成功矣。
将内窥探，定是奸细，请司马发落。你是何人？因何在门外窥探？我呀，就是过路的，走乏了，在门口歇歇腿儿，并未窥探。知了，匈奴人马一道闪闪，你今此来，分明是窥探我等，好报与匈奴知道。事了实话便罢，日若我不然，我这一剑定要结果而得性命。您别动怒，我说实话。将来是匈奴大将军乌来带已然带领大军来到鄯善，命我们老大王将你们怎么样啊？将你们暗中监视起来，只因他带的人多，你们的人少，老大王从也得从，是不从也得从啊！万般无奈，只得命小人前来暗中打探你们的动静，也好做一准备。此乃句句实言，望司马饶命啊！果然不吃我之所料，将他暂且压在后面，明日再行发落。犹豫于不定，今若不将敌兵杀退，我等必受我所害，列位将军有何良策？司马，匈奴急来，必然人马甚众，我等不过30多人，怎能取胜？我等同心协力，匈奴虽众，有何惧哉？当今之计，唯有趁匈奴酣睡之时，你我分兵两路，一路擂鼓呐弦，一路以火攻之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有道是不日虎穴焉得无瓦子。Thank you.
走到营业之间，班超杀日匈奴大营而去，待我前去观看，见机而行便能了。起火来啊！
马慢走。老大王来了，司马神威为我国持此强暴，令人敬服。老大王是哪里话来？我等到此原为与西域之邦平稳通好，只因匈奴逼迫，故有今日之战，何劳老大王谬赞？还望早日回平才是。司马之言甚是，待故王兴师各国，与汉室结为生死之邦，司马你看日何？何若如此，乃天下之幸也。还以白言与司马何共？好，众将官有，与老大王带马同回兵关去。有旨。好。